右副大人，前方就是四周。都给我听着，这次要是拿不到海丘图，小心高太尉把你们脑袋当球踢。是。大人放心，我看那帮梁山草寇，气数已尽，放都不了几天了。到封赏的时候，您立的可是头功。走。 宋朝徽宗年间，以高俅为首等六贼，秽乱朝纲，欺压百姓，朝内外怨声载道，民不聊生。梁山好汉揭竿起义，与其对抗。高俅委派手下高远劫持造船大师叶春父子，逼迫他们交出叶家祖传海丘战船图纸。梁山军师吴用及时得到消息。 即刻委派顾大嫂与其丈夫孙欣下山，在高远大军必经之路东山客栈潜伏，伺机劫下海丘图。为掩人耳目，顾大嫂与孙欣假扮成已开赌场闻名江湖的洪家帮里洪氏兄妹，来到了东山客栈。 你好急了，先住点吃饭去。走。哎，客官，您来了。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哎，您慢走，您慢走。是。来来来，走一个。吃好啊。老板娘。哎。老板娘。 来了来了，你们的菜，慢慢吃啊。哎，你们的菜。哎，老板。哎，怎么回事？隔壁怎么这么吵啊？啊，对不起，隔壁开赌场的。哎，真烦心。来吧，喝酒吧，喝酒吧。来，老板娘，过来。来了来了。吃菜。 好，于掌柜。呀，铁掌柜。您那边是开鸭场还是开赌场啊？吵得我这边的客人都没法吃饭了。嘴长在他们身上，我也没办法。你是这么个理，可是街里街坊的。 咱们还得互相照应一下吧。你看，你嫌我那边吵，我呢又嫌那边小，要不你把你这边的店面卖给我得了。从此呢，你可以专心经营后面的客栈，前面全交给我开赌场。放你娘的屁！嗯。铁掌柜还在为去年赌局的事生气不是？姓于的。 我铁红玉虽然是女流之辈，可吐口唾沫也砸个坑。过去的事我愿赌服输，房子的房契都当场交给你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铁掌柜，不必动怒，我只是说说而已。不同意，不同意就算了嘛。算了算了，早做好了，就候着您呢。 谢谢于老板。上上签。哎呀，好啊！哎呦，厉害呀！这把我认输了。该你了。 都是我当年玩剩下的，只要眼疾手快，易如反掌。看什么看？这是我们赌场的于掌柜。碰上高手，同行啊！既然是同行，不妨切磋一下。
我们掌柜的不感兴趣。我看是你们不敢应战吧。那好，既然二位有心试试，容在下用完饭再去隔壁比试比试。承让。伙计，哎，算账，一共半两银子。对，你们真要去赌啊？是啊，以赌会友。那个于掌柜可是个出老千的高手，只怕你们有去无回啊。我们家赌场就是被他赢走的。是吗？那我们更得去会会他了。娘，走，给他们站脚，住个位。这两间屋子本来是通的，后来我输给他们，他们就盯上了。走门不成吗？干嘛拆墙啊？特意来跟于掌柜讨教两句。你算老几啊？二妹，你这女儿家的，别动不动就舞刀弄枪。哥哥说的是。说啥？人是我约来的。好，我现在就跟你赌。那位客官想跟我赌点什么？刚才你不是说自己的手快？好，那我就要您的左手。这你用什么下注呢？我身上的物件于掌柜看中了哪一件随便看，我洪某人要是皱一下眉就不算英雄好汉。爽快，我于某要是退让，今后你就别在这片混了。承让。不过好汉平白无故跑来跟我赌一只手，你总得加点码吧。这样吧，就拿你的人头做赌注。要命啊！这人头啊，这不是要人命吗？一言为定。今天我与于掌柜以赌会友，请诸位高林做个见证，切肢断手，带有死伤，一律与对方无关。好，都是汉子，就来个痛快，摇骰子，点数多的为胜。于掌柜，你先请。哎，大家看清楚，六个骰子全部六点，最大的点数给你了。我先跟你说好了，你哥要是掉了脑袋跟我们可没关系啊。我这个人呢不喜欢蹬鼻子上脸，这位好汉要是现在想退出还来得及啊。这位小哥你还是别赌了，我们走吧。开弓就没有回头箭。
天一柱天，这算什么？我们是要比点数。哼，那就请庄家一层一层验验吧。对，验验，验验吧。我来。哎，